肠炎的常见症状为腹痛、腹泻、稀水便、粘液脓血便、里积厚重、发热等，夏秋季节多发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肠炎症状的食疗方案：杭椒茄丝、冬笋、黄瓜、胡萝卜切丁、豌豆、蚕豆泡发、葱、姜、蒜炝锅，放入上述食材，放入生抽、盐、醋少许，煎炒食用。调味品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，长期食用对肠炎有缓解作用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轩小侦略。